台湾因缘聚合，变成我们独立的国家，绝对不能被老共把它统一去掉。火力全开抗中保台行动对谈，曹新成南下台中力挺蔡其昌。那我们共同的目标都是希望台中更好，都是希望台湾的自由民主不会被这个消灭。因为我独立的不是他内政问题了，独立我们就是一个不可以被攻打的国家，是全世界可以来帮你的国家。所以今天蔡总统讲两岸互不隶属，绝对对的。同样出身台中清水，一个从政，一个从商，但目标一致。尤其地缘政治风险之下，让曹新成更极力呼吁要重视国安，重申民主的可贵。我们在外面看台湾情况很危急啊，你们台湾人好像没感觉，你怎么回事？我绝不会活着看台湾变成另外一个香港。台中市民长期以来都认为台中的治安是不好的，那甚至我们常常也因为这样被人家耻笑。蔡其昌来当市长，就是要来洗刷台中市的这个污名。有了曹新成站台，更不忘炮轰对手卢秀燕。谢谢。只是选战倒数，卢秀燕专注市场扫街，不随之起舞，只谈市政规划。其实这四年以来这个空气品质改善就是秀燕最重要的施政目标哈。即使已经改善了大概一大半，但是我们还不满意，我们会继续努力。蓝绿各自出招，抗中保台牌对上改善空污大旗，就看最终谁能赢得选民青睐。华语新闻洪世成、邱子玲、吴明业台北、台中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